哦，这个还可以算时间的。Start 哦。哇，在煮了耶，乖乖里面修修哦，还没煮好耶，小乖你要等一下。这个火锅没拍剩哈，哇，谢谢小乖，哎呀，怎么拿回去了？你怎么没有给我吃啊？好呐，好呐，结果又给人家抢回去了。我这次要煮很久哦，100秒。可以一分钟。对啊，一分钟很久了。哇，你看那个丸子在那里滚来滚去，还有蛋蛋。蛋蛋。哦，你们先把那个钱币，哦，等一下那个饮料贩卖机哦。你要卖，老板要卖多少钱？啊，1块呢？1块钱哦，好便宜哦，你真是有良心的老板。那个是10块钱。好，10块钱给你。哦，给我啊，我要一个饮料。好，等一下我用。哦，哎，小乖，你在忙什么？小乖，你的弄猪肝暖气啊，你也唔看一下。新的用意是要再赚钱。用这个再赚。这样子大概几个月就又回来了。真的有那么好看吗？你要。